忘记他是问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石森同学就混得比较好。我今天碰到一个我当初的救命恩人，因为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就像傻瓜一样，跟同学混在一起，把我喝醉酒。他就后来就用摩托车把我从同学的家里载回宿舍，然后枕趴在他肩膀上，然后到时候迷迷糊糊的。那他自己本身不记得这个事情，但是事情一直留在我心上。今天碰到这个什么救命恩人，我非常高兴。然后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，然后所以我尽量每一次都参加校友会，但是还是有感觉，现在已经是八十二级进来，八十二级是你们毕业的，但是我是八十二级进来，大概希望能够继续参加第四十毕业第四十年，或者进入成大第四十年、第五十年、第六十年。啊，刚才听到王主校长讲到健康问题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是。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能够尽量去争取的东西，因为年纪已经过去了，没有办法再有青春，但是我们可以尽量把这个状况保持好一点。所以我们西藏老师看到我上课的时候都会穿短裤，穿运动服，然后尽量去找到学校，因为我觉得运动对大家健康才是一个可以维持至少维持住的方法，所以我还是要祝大家健康，因为没有这东西好像其他问题。谢谢。